这个卷饼是荤菜5块一个，看要什么荤菜啊？猪头肉，这是一个荤，两个荤加上鸭肠，土豆丝儿，这应该就是两个荤就是10块，猪菜就是免费加，想要几种要几种哦。好，这样一锅，辣椒一点点，你光到饭店炒菜它也炒不出来啊。10块钱，你看，这一锅菜再加个饼，12，完美，加个菜吧。漂亮，好嘞，加个馓子是12块钱，馓子2块一个，就这么卷起来，你看跟手脖子一样粗，这么一个大饼12块，超过瘾，这里的菜超多啊，完美，这么个大饼，漂亮，好，打包。